然。那我待会儿。啊，今天我们吃自助餐的日料，现在是中午。然后呢，我们菜已经点好了，等一下服务员会陆续上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动吧。那我开始。上齐了？啊，没有上齐，上齐就是还在陆续上。然后我们就桌子摆不下，所以现在就开始吃吧。这边主要是冷菜为主，然后这边是刺身，我们先开始吃吧。刺身里面东西蛮多的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就是小伙伴们自己看一下吧。看一下，吃的多的。吃的多的。看帅哥没？我看帅哥。你好。你的地盘服务、你看这个芥末是正宗的粗传统芥末，是山葵不辣的，不错，不辣，啊，有一点葱但不辣。你看那个酱油，酱油是，你说的是这个是山葵，山葵烤出来的，吃起来它里面有清香的，跟那种荔枝芥末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直接吃，我刚直接吃了一个，里面有那种回味的那种香味的。忽悠我吃了一口，哪里？我刚吃一口，我一直忽悠了。你脸，我没你脸。这是鲍鱼，一头鲍。是要忙，就是忙个小鱼片，小点的不，输的人。啊，就是赢的人能喝这个酒，能喝酒代表什么意思？不知道惩罚，就是不用开车了。一直第四。赢的人喝了，输的人喝了。赢的人。啊。刚。我开车啊。够吗？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小鲍鱼还有吗？哦，这还有上的。等会还有上的，我们菜不吃了。这个好吃，就是那个鱿鱼果的沙拉。这是火腿，这是我那个并且赶快到前台来一下，还有定位，要一定。啊，这不是火腿，这个是炙烤牛肉。冰姐。这个是牛肉刺身吗？是烤的吗？烤的。这是哪一集？刚刚定位，赶快来！好的，好的。你都好厉害，你都知道。因为是我点的。哎呀，感觉像一个经常。这是扇贝的刺身。好。好的，我要吃那个。小鲍鱼。小鲍鱼呢？下马到。我最喜欢你家宝贝，我搞个虾饺吃。嗯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哦，等一下。我吃那个，生蚝。生蚝怎么才两个？点四个。还没吃。我点六个。那个直接就生蚝，直接弄了吧。海胆终结者，那我给100份海胆。这边里边本来给你的飞机，这边那个就是海胆，就这边有两个，就是中午有两个价位，一个是238，一个是338。我们是给338的，338里面的海胆就是活杀的，是吧？虽然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活杀。对，方便找来干杯！为了庆祝，我跟海胆。这助手你有点凑不全了。嗯，大概吧啊，你的脂肪算不算？嗯。牛舌。嗯。炸好了对。我是觉得牛舌口感太好了。这个应该是龙虾肉吧，小青龙。小青龙。
没事的。牛排和牛都没烫。你好，老板。